谢谢秘书长，接下来我们同样的有7分钟的时间，让我们的总会长来回应刚才台下的问题，同时来进行总结。总会长，请。主持人，刚才你有注意到我们的总秘书长的总结，他说是不是马华敢跟武统针对？ 回答是，是不是行动党敢回教党针对？他有谈到一位马华的前任的总会长说，我们是吃人家留下来的，就是因为他不懂得领导，一年还没有到，我们就他妈。 是不是你整两个党怎么样来栽培人才？如果你讲教育栽培人才，小弟谦虚地说，马华做的比任何一个党重要。然后，学院、大学今天已经栽培184000的优秀生。 DAP 栽培的是口水的人才。500万给娃小不是制度化的拨款，那个在游富州已经很久就有了。我不是嚣张，因为我是二毛子，我讲话很直接。 如果你是首席部长，你一年给王小杜州500万，整天讲。我常常说蔡西利医生，什么官位都没有，一年我给人家最少1000万。这个呢，是为了教育，不要整天谈的。 今天我要很坦白，行动党有突破，我们恭喜行动党。今天在滨州是老大，但是如果你看首席部长，他还是那种可以说呢街头的斗士的作风。只要上台文告。 记者招待会不是骂人，就是端章取义的攻击人家，暴起现场。我们都是不见话说，休想看报来。说我的小弟没有什么官位，只是老话的一句话，说你应该要高度的重视。 你兑现你自己宣布的种种的承诺，很多都没有做。最简单的就是廉价户，今天滨州有150000的人等做廉价户，州政府1000都没有建。最近呢，为了怕人家骂，或者因为要来出席这个辩论会。 他就一个模型支票5亿的款项，挺好。但是，总秘书，你也了解，我也了解，
你也必须承认的，那五亿根本没有在这政府里面的，我认为五千万都没有的，我也写八个字，华语一句话，说八次都没有一话，你就宣布了，你整天说我减少宾州的债务，对，不对的。 你哪里有减少？你只是重组州内的水务局的债务，由中央来承担。过后你就告诉人家，你看我的债务减少了。如果是这样呢，霹雳州也可以喊同样的，也是一模一样的。 所以早上还没有来的时候，我有一个朋友打给我，我也暗他分享，哎，你应该告诉我们的首席部长，你应该学刘备，不应该继续的做张飞打打杀杀。民粹的政策，很多人很紧张。 给了你100块，我也可以给100块。新生儿我们也给了200块，所以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转型、长远的保障和福利，这个我们要看到的，不是整天民粹的政策。 政治辩论往后变成一种常态，我们可以针对国家政策、社会议题、公共事务进行理性的辩论跟探讨。今天我们必须以热烈的掌声来谢谢两位。我这句话有两个意思，还没有，稍安勿躁哈，还没，请允许我把话讲完。 我要请大家先不要鼓掌哈，等一下讲完各位再鼓掌。我由衷的佩服两位，有两个原因，他们两位都是来自同一个甘榜巴杜巴汗，今天领导两个重要的政党，为国家的前途奋斗。他们都是受英文教育出身，但是啊，这个勇气可嘉，语文更没有输给任何人。 这边四两拨千斤，那边八字没一撇。我想在座没有多少个人的文化素养、文字内涵有达到这样的一个功力。我希望今天的这个辩论，今天这样的一个平台，不是擂台，这样的一个平台，能够开创一个新的观念。我们是有足够的信心来讲话的，来讨论的，来辩论的。 所以最后我要总结的一句：我们搞清楚场合，我们要有足够的自信来表达我们的看法。同样的。
我们有足够的成熟来赞赏好的意见，我们也有足够的成熟度来包容不同的声音。今天我们的辩论就到此告一个段落，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来谢谢两位辩手，我们的总会长杨德斯利，我们的秘书长林冠宁先生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各位，我们的辩论到此结束，谢谢。